我举手，我也举手，举手加一。大家都讨厌我，那我还是离开好了。今天我们继续考试，小贝、大宝、熊妹、小雪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小雪呢？对呀，小雪怎么没来？呵呵，该不会是小雪睡过头了，忘记来上课了吧？不会吧，小雪姐姐可是从来都没有迟到过。你们先上课，我去王后家里看看。皇后，小雪在家吗？怎么了，眼镜老师？小雪今天怎么没来上课？是不舒服了吗？没有啊，小雪今天早上就出门了，没有去学校吗？对呀，小雪是个好孩子，从来没有逃课过，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奇怪，她不会是去希娜家里玩了吧？我们快去看看。希娜，小雪在你家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，王后阿姨？小雪不见了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也不知道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有了，我们赶快去找精灵仙子，精灵仙子一定有办法的。精灵仙子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，王后？小雪不见了，她会不会是出去玩了？没有，我们去希娜家里看了，小雪也没有去学校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王后，你先别着急，让我用魔法水晶来看看是怎么回事。精灵之力。是谁发了东西？大家都不喜欢我，我好难过啊！是什么声音？小雪不是你的女儿吗？为什么你不送小雪去学校？我每天那么忙，你送小雪去学校怎么了？你忙，每天就你忙。小雪的学习你从来没有管过，开家长会也是我去学校，什么东西都是我给小雪做好。那你不是她的妈妈吗？爸爸妈妈怎么吵架都是因为我，要是没有我的话，爸爸妈妈就不会吵架了。我就是多余的，我什么也做不好，我还是小雪好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看来小雪是不想让你们找到的。事情不是那样的。那我试试看，看能不能把小雪变回来。精灵之力。小雪，你在哪儿啊？你赶快回来吧。妈妈，我还是不要回去了。或许没有我，大家会过得更开心。不是这样的，小雪，爸爸妈妈都很爱你，你也不是多余的。对不起，小雪，我们不应该给你开这样的玩笑。对呀，你快回来吧。玩笑？对呀，今天是愚人节，所以我们才会发了那条信息。那你们不讨厌我吗？我们怎么可能会讨厌你呢？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。是呀，小雪，所以你快回来吧，我们都等你回来一块玩呢。原来是这样。是我想多了，可是，哎呦，不要可是了！不信，我们来问问小朋友们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小雪吗？喜欢的话，就给小雪打100分，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他吧。